如此苦苦相逼，便怪不得。 要来做个内应，这才假意听命于那熊皮，守着后山要道。知君命不好，同病亦同忧。观音禅院是烧没了，可那长老的冤魂没有散，贪根不拔，苦树常在。 忘了最好，那三口钟，你可都见过了。旁人念念不忘的，也是你所求的吗？自那黑风怪回来后，山里便立起了三口红钟。 却不许旁人靠近，莫非那三口钟与当年的火烧禅院有关？此人所言不像假话，小猴子，你可暗自留心。